这个呢是我在 Newport Coast 看到的500万以内的房子的最好的景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它这个景色非常的棒，要山有山，要城市有城市，整个房子都被这种绿色的山包围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8000多尺的这样的一个地块，2层大挑高这样的一个大独栋，手机的镜头完全拍不出来这个景色，在远处就是晚上整个城市的万家灯火，用眼睛看得很清楚，而且这个方向还有迪士尼的那种烟火，也是一个宽面的这样的一个大独栋，你看整个被群山环绕。在这个小区里面呢，几乎也是最大的一块地。然后当我们转过来的时候呢，这边还有一个侧院种满了果树，所以它这个房子的地块呢也是整个小区里面一个绝版的，在 Newport Coast， 而且没有邻居，这边是山，然后对面也都是绿色的植物，非常宽的间距，三面宽的间距。进来之后呢，这个是厨房，你看这个窗外都是这样的绿色的景色，这房子非常的少，大挑高，而且这个大窗都做到顶了，很漂亮的透光效果。现在呢咱们上到二楼，二楼就是他的卧室，往下可以看到这个挑高，往这边走呢就是两间卧室，这边呢是主卧，也是大层高的一个主卧，你看窗外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棒，整个天际线都看得很清楚，这种景色位就非常的少，因为它近可以看大自然，远可以看城市，非常特别的一个地块。这边呢是它主卧的卫生间，浴缸、站浴、双水盆，窗外也是这种绿色和开阔的大层高。在这边呢是3间卧室，咱们先看这2间，这是第一间卧室次卧，然后这边是第2间次卧。在这边呢还有一个次卧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，全卫的。其实呢它在这个二楼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客厅被改成了一个卧室，这是一个第4个房间。